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，我只相信这个真理。Everybody, everybody wants to love. Everybody, everybody wants. Воображение, воображение. 啊，这个电线，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兄弟们，看着了吗？你看他俩干啥呢？你们看他俩干啥呢？看这小狗，看下面这个，啊，他想够那个瓶子，这小狗想够那个瓶子，你看看，嗯，结果他碰到这个线了，他看着线在那逛呢，他看着线在那逛呢，啊。掉来了，看了吗？掉下来了，自己掉下来可好，自己掉下来可好，看不着，他俩一块咬，看了吗？看着。俺没给你扯下来就不错了，嗯。哎呀，你说你多淘，你说你俩多淘，啊？你说你俩多淘。发到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！你参没参与啊，小老二？参没参与啊？啊？你看你咬的啊，小老二？啊？你参没参与啊？啊？参没参与？老爷是不是该揍你了？啊？出来来，出来来，嘎嘎去，嘎去！就知道往里跑啊！你就知道往里跑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往里跑，啊！你出来来啊！就知道往里跑你，啊！就知道往里跑。哎，还那个小老大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上哪这儿？老大来，过来来，老大，啊！你看你看你咬的线，老大看你咬的线，老大，看看，看老爷揍你不？啊，揍你屁股，我看看。啊，这小哥听懂了，藏起来了啊！老爷说没说你啊？啊，怕不怕老爷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幸亏咬的是灵的啊！你要咬的是火的呀，你就成那个热狗了，知道吗？啊！一天天没啥事儿似的，你瞅瞅他，啊，一天没啥事儿似的呢。哎呀，我天哪！这两个小狗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这两个小狗真是，啊，真是挺淘的，真是挺淘的。你说蒙圈了，哎，什么热狗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他胖了，有点卡住，出不出来，出不来了，有点。老大，看你这个胖子，你俩咋钻进去的？我想知道啊，你俩咋钻进去的啊？吃这么肥了，咋钻进去的？啊？因为什么一说全都进去？他们就从小会爬的时候就上那个哪。那不得坐屁股沙发里头，你坐屁股在这下去了啊？这小哥长得啊，脑瓜真笨。你这眼神，你这小眼神，嗯啊，你这眼神啊，就像那个对，然后我知道错了那个眼神啊，受委屈了。我的妈呀啊，这小老大兄弟们啊，小老大。老四，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四哥过来，四哥来，
天能吃的啥？我给他烧水了。唐四哥啊，懵逼状态。操你个四哥！哎，你说四哥怎么不会？他只会往那边撇腿呢？不会往这边撇腿吧？啊？啊？我问四哥，四哥你在家为什么不看好他？唐四啊？啊？你做好了？老四，你在家怎么不看好他？啊，你看那小狗咬的，老四，啊，你起来，放这，来，你咋不看好他呢，老四？啊，这不没命了吗？你别扒拉我，别扒拉我，你过来来，坐好了，啊，你看你咬的，以后你要再咬线呀，老爷可就揍你了啊，看不着。干啥呀，老四啊？你看老四那眼神儿，一更更一歪脖，眼神一瞪，打你啊！一歪脖，你看看。我咱不知道，我揍他，老四啊！我打他了啊！你他妈，老四，你那眼神能不能饶了我，老四？啊，老四不愿意呢，看着啊，老四不愿意。老司机这么一歪脖，一斜眼睛，坐屁股，我坐屁股，啊？你看，哎呀，俺四哥太可爱了，四哥媳妇儿，怎么？你看看小宝宝，你这手。你看这手干啥呢？这是咋的了，九儿？嗯？咋的了？干啥？兄弟们！我都看这小狗，你看这爪子。咋了？你看看，这爪子。哎呀，小迷糊是16升的呗？小狗是老大的。这几个狗，哎呦，操你哥的，干啥呀？这是，操你哥，这干啥呀？这是，啊？这两个小狗，你说这俩小狗，啊？来，啊？这家伙吓我一跳。那怎么还倒了呢？拆家模式开，那这小狗，啊，小狗尿，那小狗够凉，你看它凉的，哎，啥都看。老大就生俩，这家伙的 ，seven 咋不怼宝宝呢 ？seven 不怼 ，seven 就看十 ，seven 就怼石榴和小迷糊。小迷糊来好不好？哎，我的妈呀！我去！干无奈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家伙整的，我操！说实话，这俩小狗的话，真，他俩还真就不怎么太恶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能跟看着狗粮，一看着狗粮就疯了，一看狗粮就疯了，就跟没吃过饭似的，他俩。
石榴啊，你这牙口都没有这媳妇儿，你信不信地下一粒都不带剩的，信不信？哎，你看他们转圈吃。哎呀，拖地是吃肉嘞，一粒都不带剩的，喂的狗粮也是拼的。我给他们俩泡。你说你非得踩这些呢？你也是干犯人干犯干犯魂，不干翻饭盆不是人。干犯人干犯魂，不干翻饭盆不是人，不是狗。他们真不饿，你看那肚子。哎，了个娘哎！哎，你说老爷这喂你们还不喂你们了啊？你说你们俩，啊？你说你俩，再来条狗以后指定长大个儿，你看着不？嗯，真能炫。真能炫！我看你，看你是谁？啊？你看这样，你瞧这小狗这样，你看你这小狗这样，啊？这是老大。真能炫！啊，那才是老大呢。嗯，那是老大吗？老大这个还是有个树杠，是吗？嗯，你咋这么能炫呢，老大？啊？嗯，哎呦妈，大哥！大哥了，天哪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天！我喂你俩吗？你看这擦，你要擦肚子，兄弟们。就是您看肚子，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这肚子，我怎么感觉他是老大呢，媳妇儿？他是老大。那老二，我来看看。都有树干，你发现了吗？没有。他是老大。让大伙看，这是老几？他是老几？兄弟们，你看他是老几？这个是老大。他是老几？你看那鼻子，这个黑。啊。老二的鼻子没有老大的鼻子黑。啊啊是，这个是老二。刚才那个小狗是老大，这是老二。鼻子黑的是老大，啊、嗯！别整串了，别抱错了，抱串了。这还在这狗狗粮，咱俩。放一起看一看，来。他俩不带吃饱的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不带吃饱的，有多大吃，有多少吃多少。哎，媳妇儿，你信不信？不能给那么多，哎，他妈可硬了都。这家还真，这家你说你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真是。哎、兄弟们，我现在已经腰那多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可别找了，没有了，这是老二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手上啥也没有，祖宗哎。这果粮他俩吃一大堆。你这忘了？忘了。哎呀。快来。这小狗有尾巴，不吃了，谁都不带落下的。你俩干哈呢？那是你俩抢一粒狗粮呢，在那儿。哎，你看他俩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！哎，昨天啃着铁，今天又啃玻璃，你俩真行。你想不想去看他们多少钱？多沉了，没电。呀，没电。老几媳妇儿？这个老大。老二。哦，老大。老大吗？老大呀。哎呀。咱家不卖狗。那他真贵。啊，真他妈头。真他妈头啊，老大。啊，真头啊。玩去吧，嗯，真稀罕人。这俩小狗其实一点都不怕我，知道吗？我很少，我很少揍他俩。你看他这么头，很少揍他俩。压根是没揍过。没揍过。小迷糊，小迷糊，小。你给他俩冲坏了。你看他俩，你看他多高兴，你看他多高兴，你看小狗多高兴，你看他。小尾巴摇的媳妇儿，你让他多高兴啊！
你看这个小狗，啊啊，等吃饭饭了，你看咬的，这尾巴咬的多高兴啊！啊，喂喂呀！那你就换个呀，你就跟他抢着吃。哎呀，这太高兴了，这也拍了嘛。啊！别给了，现在握手。送走你舍得吗？不舍得咋办呢？看看多好看。哎，你看看他咋，人家小明。小明，小明啊，小明在凑热闹呢。小明啊，小明你也是宝宝啊？小明说：“我他妈也是宝宝啊。”小明也是宝宝，兄弟们，啊，祝大黄，哎呀，合影吧，兄弟们还截个图，截个图合个影吧。小明也是宝宝，是不是？啊嗯，坐好了，一二三，就你俩吃，起来。好了，吃不够不够？吃饱了吧？我怕他俩吃太多了，兄弟们，我怕你俩吃太多了。啊，坐好了，老爷怕你俩吃太多了啊，吃太多该撑肚肚了啊。祝大黄，大黄，祝大黄。咋整吧？再拿小狗什么？你不喂饱了吧？他晚上叫唤。你喂饱了是吧？他俩晚上跳跳，踏踏实实在地下趴睡觉，知道吗？你不喂饱，他俩天天晚上来回跑，在地下。老四，老四，这家伙可喜欢吃这个狗粮了，嗯。吃不上大狗一块抢吗？他们几个老喜欢吃咱这块狗粮了，兄弟。又拉粑粑去，他俩。我看这俩小狗，媳妇儿，摸他俩吃的。啊！你这谁呀？这咋这肚子？老二啊，你还吃呢，二。老爷喂的好不好？老爷家伙食好不好？二，小二，老爷伙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亲老爷。这个家伙。干啥呀？三，你说捧错人了你呀？老爷家伙食好不好？啊？饿了，老大。老大那儿呢？那小老大可喜欢摇尾巴了。老大，老爷家伙食好不好？啊，老爷家伙食好啊！以后想不想老爷？以后想不想老爷？嗯，是不是老爷只有老爷对你才好？啊，老二，是不是只有老爷对你好？老大。老大是不是老爷对你好啊？老大真好看，从小就好看，长得多白呀，真的长这么白。屋里太热了，媳妇现在的屋里多少多少度啊？啊，真胖了，狗肚子太多了。哎呀，兄弟们呢，他俩就是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就现在。他俩都没吃饱，媳妇儿，你信不信？就现在，他俩都没吃。老爷再给你俩整点啊，啊，再安排啊，你看，还找我安排呢。就这时候就没吃，都没吃。